是安怎对阿爸无礼貌，我是亲目睭看到的。啊，即摆你会对伊泼泼塌塌，只是因为你要得到好处嘛？你变脸的功夫真正有够厉害，连我拢想要甲你拍破啊！你有会好啊啦，无必要甲伊啰嗦啊，甲这两个小挂嘴就对啊。你有会分哪哪？你若是搞嘴哦，那我就对你无客气。我无客气，你是要安怎？你实在是你。你是在惊啥？我是叫你骂到嘴焦，想要忍一嘴啊！妈，顶头咱再继续。你对付丁佩琪，我来对付这个小杂毛。好嘞，来啊！啥物小杂毛？你这小杂毛，你有看无？妈，这种小杂毛你敢有要听？伊死的好死，你敢要听？妈好啊！你是在搞啥哩？好啊！乌白母幺八叉嘛，这顿妈妈敢吃会落去？几号啊？几号啊？大红啊，进去叫你爸啦，进去啦！妈，妈，你这两个小杂包，今日钓鱼拢是老爸出来哦，我绝对会帮你算的。你叫啥？你啥物啦？哎呦！你哎，是你的脚步啊，自己来卡着我的脚底，你是唔通怪我？无啊，你是讲我徛伫遐创啥？看因，你也不要来甲我到处开一个哦。像哥你这时阵啊，搁去遐旅游会，今日才会不去出啊。啊，我即摆搁在烦恼讲，大风唔知有法度甲爸安排落来。水水水，我支持你。迄若有彭恰恰这种大家吼，就爱有你这种新妇，才有法度对付。好，赞赞，莫搞啰嗦啦。这条线，我连刚才去找你算。要找我算？啊，好好。到时阵我再佫介绍你去一间技术佫较好的美容诊所哈。你是讲啥？你去骗啦？有租家吼，做得无好，无够自然。你林佩琪，冯恰恰，你慢慢阁想要用什么钱钱的公司啊？因为我伫个阿伯身躯边，随时提醒伊，千万唔通去有重大风险，塞入黑手骗去。你有会？好啊啦，我嘛平头跟你啰嗦啊。咱阿姨，咱来走，行。啊啊！哎，冯恰恰，啊，你新妇奶奶找我的时阵吼，你要跟伊做伙来哦。要创啥？嗯，做伙肉毒杆菌啊！你无看你条纹弄出来呀，歹看歹看啦！你行，来去，再见再见，好，聊聊。我知影，因为旅游会话的关系，所以你对我可能有淡薄无谅解。不过我唔敢唔盲讲你会原谅我啦，因为我确实做了唔对。我只是希望讲，这代志啊，莫影响到咱真无简单啊找转来的爸仔家情。好啦好啦，啊代志哦，啊都过去都已经过去啊咩，对吧？啊爸爸也袂放伫心肝内啦。只要你若是讲有心哦，啊，来悔改，好好做你的头路，卖阁做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安尼爸爸都足欢喜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放心啊，我绝对袂阁让你失望。哦，加油啊！爸，饮茶啦，饮茶。真歹势，我不应该叫了恁讲话。啊，不过你是台商姐姐杀人凶手，我不想要甲你共徛一个屋檐下，请你离开。我来，你真心啦，慢点啦，慢点啦，有啥物话哦，我讲啊。
小静，我知真侪代志你对我袂谅解，我唔敢望你原谅我。啊，不过我伫遮，我是爱甲你诚实的，我是希望你来原谅我。你甲我回去，刚刚抖音喊我姐姐挖过来，抖音喊我失去亲爱的痛苦消息吗？金大鹏，你若真正有心意，你就去认罪，去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嘉兴啊，我真正无台戏恁这，台戏恁这人是李友会，你莫听李友志的片面之词好不好？你甲友志哥讲的话，啥话应该相信？敢有需要我去分析？嘉兴，我知你对我相见真心，我嘛唔敢唔瞒讲你原谅我。啊，不过咱两个莫伫爸的面头前安尼冤家，安尼真歹看，安尼爸真歹做人，你知无？金大鹏，你到这个时阵，佮想要利用亲情来帮我阿公？你放心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我阿公看清你的真面目。爸，我看我是来走，较袂容易为难。无啦，大鹏啊，大鹏，大鹏啊！阿公，你无徛当，我这并无打紧。啊，不过你哪无顾虑到我的感受，甲金大鹏这尔啊亲近，你拢无想到，安尼会足伤我的心的。是嘞啦，是嘞啦。阿公啊，知影对你安尼足抱歉的啊。养过人的心肝哦，不是铁打的啦。毕竟啊，大鹏啊是阿公一手带大的，30多年的白家将，你叫阿公卖插伊，阿公是做袂到的。阿公，你把伊当作家己的后生看，啊，不过伊无把伊当作家己的爸爸。咱伫咧美国这么侪年，你透过朋友甲关心。你敢有甲你关心过？阿公，你较清醒好无？伊不过是咧利用你，惊失去你这个靠山尔。来，这点阿公哦，早都知影。阿公，你哪知影？你哪搁要戆戆瞎骗啊？哎呦，就是天下父母心的。阿公哦，早都知影讲，大鹏阿对我唔是真心的啊。不过我袂用你放弃啊！啊，我愿意予阿当作唔知影来接受伊的建议，啊，看伊当吼安尼慢慢啊，将你对派落去啊，安尼个话都转来。无啦，嘉兴啊，你都体谅阿公啊，予阿公请我卖好无？好，那呢，我就成全阿公的心愿，我马上离开家。无啦，嘉兴，哇，嘉兴啊，这是恁家呢，啊，恁家唔大，你是要去倒啦啊？这从来就不是我的家，是阿公甲金大鹏的啊！我无想要搁留在这，听你过去甲金大鹏的感情有外好，要我体谅阿公这的话，比丫头你操我的心搁较艰苦。无啦，嘉欣，嘉欣啦！嘉欣。我听我爸讲，你搬出金家。我去搬转来分店住。是安怎？甲你阿公闹了无欢喜？不是闹了无欢喜啊，是我无法度忍受，伊阁接受金大鹏啊。嘉欣，你要体谅恁阿公。我要安怎体谅伊？伊拢无顾虑到我的感受，我已经感觉足委屈安尼。让我更加生气的是，伊明明知影金大鹏对伊是虚情假意，伊阁介意遐尔啊亲近，阁讲伊啥物要靠看这个大歹人回头。伊这种人哦，若知影悔改哦，天拢落红雨啊！嘉欣，我认为你想过激动啊！你安尼过去离家出走，顶多会让你阿公伤心。九志哥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应该？爱等伊继续陪阮阿公，
看迄个台生，阮这些杀人凶手，逐天跟阮阿公伫咧博感情哦。嘉欣，你敢知啊？这两天我有去找过恁阿公，我看到伊一个人孤孤单单咧找，连要找一个食饭、饮酒的伴都拢无，我看了足心酸的。恁阿公明明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人，照讲伊今麦爱过着享清福、享受家庭温暖的日子才对。现在今麦来变到一个孤单老人同款。其实，照阮阿公麦去帮助金大风，我一定马上等伊陪伊啊。嘉欣，恁阿公一世人都伫走水亲情，也毋过伫这个过程当中，伊不断去受了伤害。也毋过不管怎，伊还是相信家己囡仔，真心疼惜家己子孙。对你是安尼，对金大风嘛同款。一个是伊的亲查某孙，一个是伊强养三十多年的养子。恁两个对伊来讲，都好亲像心肝头一块肉同款。你敢知影恁阿公今麦心肝内有安尼啊痛苦？嘉欣，等下我。就算你即马无得认同你阿公的做法，也无至少你用去陪伊的身躯边，莫让伊感觉遐尼啊孤单，无依我。嘉欣啊，我嘛认为讲，你应该回去你阿公的身躯边，莫阁为难伊啊。阿姐，虽然讲哦，我对你阿公的做法真不满。阿不过，伊确实是真心地疼惜你这个亲查某孙，所以你做人是世人，不应该过好伤心嘛。我不会啦，你都卖个别话，我一定要替这个讨公道。要讨公道，我家己来就好。我对金大风没有任何为难，阿不过那是为了报仇。我你甲恁阿公避免，安尼我就会感觉真为难啊。阿姐，嘉欣啊，你这么爱林姐姐，为林姐姐做这么多代志，我已经真甘心啊。我无希望看到讲为着报仇，阿恁公孙啊感情拍歹去，因为在我心目中，亲情、伦理、甲江湖道义。两项拢爱顾得着，上加重要是，你是可心上加疼惜小妹啊。你敢认为恁姐在天之灵会希望你为着伊的代志，害恁公孙仔感情拍歹？嘉欣，我想我还是一个人冷静一下吼。刘姐，多谢嘉欣伫咧，我无想要讲啥。我对金大的不满，我对你嘛真不满哦。爸，你甲金大的同款，你做人拢想好啊。处理金大风这件代志，你拢带着第一名的宽容啊。你安尼是要安怎对付迄个笨手替可心报仇呢？啊？你拄才在劝嘉欣，啊！不过你家己心头咧掠好定啊！你对金大风哦，袂当阁有一点点仔宽容。爱怎样？对敌人宽容，就是对家己残忍呢。我知啊，要做吼，做好彻底，一届就要甲金大风拍到拍落去，会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好管。会向可心来赎罪啊！爸，用心，这回我绝对袂阁容忍。这条，我一定替可心讨回来。有志，爱给你哦。我甲金大风签的合约，
杀林培明哦。来，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嘉欣啊，嘉欣，嘉欣啊，嘉欣，嘉欣啊，你稍等下啦，嘉欣，你稍等下啦，嘉欣啦，公务员要跟你讲啦。美英诶，阿公心脏无好，美英诶，可以安尼一直留。公务员要跟你讲啦，嘉欣，你莫跟阿公受气好无？对阿公回来，莫阁住饭店啊啦，哈！阿公，既然你要继续帮助金大风，那呢，我嘛无想要让你为难啊。你就莫阁勉强我回去住，因为我无想要大家看到迄个台新，我这一个杀人凶手。啊，无嘉欣啊，我无办安尼好无？啊，我叫大风吼，莫来厝诶。啊！你对阿公回来啊，安尼好无啦？阿公，今仔日金大鹏是毋是会出现在咱金家？这毋是问题的重点，重点是你的想法。既然阿公要相信伊，那安尼我嘛袂接受阿公的口劝。嘉欣，阿公，我已经下这个决心嘛，你就莫浪费时间口劝我，你紧回去。嘉欣，嘉欣啊！阿公，是嘞。虽然我知影你要同我甲金大鹏中间安怎做拢唔对，啊，不过我只想着阮这世界遮尔冤枉，我真正无法度接受，请阿公谅解。你是看要转运啊，是要请我来啉好解茶啊？坐啦。我今日来是要劝你一句话，阿爸也带领着对你的亲情。假使你的心内还佫一点点仔良知，都莫白费阿爸苦心，莫佫为伊做歹，乖乖等待事发的报官。你的意思是我坐著等死啊？个人做啊，个人担。你即马唯一愿意做的，就是莫阁继续伤害你的养爸，莫阁继续作孽。你是伫笑啥？所以你知我讲养爸感情真深啊？你若是同情伊啊？你就莫甲我作对，因为我只有过了好，安尼关于爸才袂烦恼。你明仔日准，你的虚情假意阿爸拢唔知影，伊会听你，是希望会当借着亲情来甲你引回正道，你知影？正道？什么叫做正道啊？你李有志行的是正道，我行的都不是正道，嗯？你甲恁小妹啊？恁两个一直搬弄是非，想要断阮娘爸对我的恩怨，恁两个嘛不是什么好人，恁莫听左边唱歌啊！金大鹏，你想我莫想过苦涩，阿爸只不过是要让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，不是要听信你。李有志，你甲我听清楚，你只是一个外人，所以你免来想，那是你的代志。啊，我跟恁娘爸是一个心连心的白眼情。伊听我，我嘛真爱伊。所以不管你要用什么款的垃圾手段来破坏，迄拢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金大鹏，你变啊忘恩文对恩，我拢无话讲。点过阿爸无讲，在这世间，伊上该爱你。你家己讲，自你细汉到大汉，你伤阿爸心伤了偌大，你变啊忍心搁讲你继续伤害伊？刘志虽在你安尼讲，为着我金大鹏是天公的囝，
无论安怎，我杨伯伊一定会听我，一定会让我东山再起。到时你再等来看，看我安怎一个一个甲你修理。今麦听你讲这个话，都知你一点仔拢无悔改。看起来白苦心是白费啊，真正替你感觉唔值得。只要我杨伯刚好过头就好啊，你免管遐济。我无法度搁等来，我要打电话给纯纯，才袂转来，甲代志讲清楚。纯纯唔接电话啊！我唔知影纯纯到底是安怎，为什么对生囝这件代志这么执着，甚至无惜我甲伊感情要离婚？啊！我拜托你哦，替我去控制纯纯好不好？我袂当让伊放弃阮的婚姻嘛。好啦，你免急，啊无我卡来试看卖。喂妈，你出了什么代志啊？纯纯啊，啊你甲伟伦的代志哦，你千万都唔通遐尼啊冲动，都出决定哦，好不？妈妈甲你讲啦，若是讲徛伫迄查甫人的立场，我一定了解你的心情。也毋过，若是徛伫迄伟伦的立场，你嘛着吼爱小家体谅一下。啊，我看安尼啦，咱哦还是见一下面，啊讲一下。无听到，咱会当参详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。嗯，妈，应该讲我拢讲啊，应该做我嘛拢做啊。啊，不过无论我怎拍拼，就是无法度得到好的结果。我忝啊，我真正忝啊，你莫搁勉强我好不好？啊，无我真正感觉袂喘气，搁要甲我憋死啦。啊，好啦，啊无吼，我都无爱甲你勉强，啊，互你家己好好想一下。妈，就转阿公，伊也是要跟我离婚是吗？我看哦，纯纯哦，伊都是给家己上大的压力啦。我看还是可以哦，是我冷静几工啊。伊会当冷静，我袂当啦。我只惊哦，纯纯想法愈来愈偏激，我袂当让恁啊，纯纯当面我袂难受，我要接伊转来。哎呦，伟伦啊，你今麦这样冲动，那是过去哦。我看你甲纯纯哦，愈玩愈厉害啦。安尼到时哦，恁的婚姻哦，恐惊都保袂住哦。妈，我真正无法度失去纯纯，你教我教，我应该安怎做，才当挽回纯纯的心？安尼啦，假使我甲你若是无法度靠近纯纯，安尼哦，咱就用另外一个方式，用外人伊客观的看法哦，啊来甲伊讲看卖，现无听着哦，纯纯顶多听得入去哦。相公妈，这款代志是要拜托一个外人啦。咱会用去找小柔啊。啥小柔？谢谢。小柔，你找我来，应该是爱问工作的代志吼。歹势啦，我最近淡薄事事去耽误着。所以要找到适合你的工作。纯纯姐，你别安尼讲啊，是我较歹势。纯纯姐，你的面色无啥好诶，是毋是伤忝，还是人无爽快啊？多谢你的关心。
最近我确实有代志，心情足烦的，常常失眠，睏袂好，所以面色看起有较歹啊。是毋是因为生囡仔的代志太烦恼啊？是的啦，是毋是我讲话太过直接啊？虽然咱两个人才第二次见面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你足亲切的。我是把你当作是家己的姐姐同款，歹势。袂啦，我知影，一直是我妈甲你讲我的代志。其实我妈足清楚的，这些代志是袂当强求。在拄到伟伦之前，我经过一段错误的感情。才把我家己害到今麦都无法度生囡仔。不过迄个时阵，我并未感觉遗憾，因为我了准讲，我应该无可能再去爱着任何人啊。想在后来，我竟去拄着伟伦，我两个相知相爱，嘛因为伊，我对人生啊，顾未来，搁重新有希望。既然是安尼，你应该去乐观去面对，是安怎你看起来这么痛苦啊？可能是我太过爱伟伦啊，所以我才无想要让伊人生有遗憾。我就是知影伊足爱囡仔的，所以我想要替伊生一个。我嘛知影阮大哥足想要抱孙，足希望伊理解幸福会当继续传落去。无论安怎，一都是失败。假使我一世人，我从来无法度有囡仔，那天我甘愿甲伟伦离婚。我真无想要因为伊，我真无想要看到伊因为我，就要跑到这个危害过一世人。天公伯啥有够无公平？参着纯纯一个这么好的人，煞因为这个代志来受折磨。你甲伟伦大哥是这么恩爱的翁仔某，煞因为无囡仔的代志来离婚。歹势，我好像就无应该讲这个代志，害你对我艰苦。春春姐，你愿意讲你的心事给我听，我真感动的。虽然我也无资格讲啥，不过我希望你别因为无囡仔的代志。就甲伟伦大哥分开，无囡仔的遗憾，会烧到阮一世人永远的心肝。假使若毋是真正无其他的选择，我嘛无可能真会简单就放弃我甲伟伦的感情。甚至我阁有想过，要找一个代理孕母来完成生囡仔的愿望。阁找代理孕母哪有这么简单？所以我若不是真正做梦啊，我嘛无可能向伟伦提出要离婚的要求。春春姐，假使讲我愿意做你的代理孕母的，小柔，你是靠讲生笑对不？你就还没结婚呢，哪能做代理孕母？就算我想要提囡仔。我无可能在对待你啊，春春姐，你先听我讲。虽然我无结婚，啊，不过我嘛有拄到一段令我真后悔的感情。我嘛为着迄个人摕过囡仔，所以我会当完全了解，伫个感情受伤了后，要重新去爱一个人，是需要偌大的勇气。你会当拄到伟伦大哥，这是一个真难得的缘分。告诉讲，我会当跟你斗三工，挽回你的婚姻，看让你幸福美满。那安尼，我嘛会当相信，伫个这个世界，还佫有真爱的存在啊。所以我是真心，是要跟你斗三工的。
不过，要生一个囡仔，不是很简单的代志。小柔，你敢有确定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会当做我代理孕母？嗯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等甲我斗三工。我若是有生了后，我着十个月无法度趁钱。你嘛知影，我佮我妈这无爱行，所以，我必须爱向你要求这金钱上的代价，我唔才有法度做。这是应该的。啊，不过小柔，你敢有确定你考虑好清楚啊？你是毋是应该转去甲伊厝内底的人参详一下？啊，是讲你敢有想过，你若是为生这十个月，考虑造成你身体足无方便，而且生囡仔真正足疼的。你敢有确定？你真正想清楚才给我答案吗？春春姐，我想得足清楚啊。即马对我来讲，真正是上重要的。我想要趁这一年的时间，把所有的债务拢还好清，我唔才有法度实现我的愿望开店。啊，不过安尼，我好歹就是个趁人之危。伫你上困难的时阵。我计会要求你做这款工课，春春姐，我会当替你实现你的愿望，嘛会当解决我的问题，安尼毋是真好？无，你先替我安排做身体健康检查，看我是毋是有资格，还佮有缘分，一旦甲你斗三工啊，续落来，再看是要安怎做才好。小柔，无论你是不是能跟我斗三工，你愿意主动开嘴，你有这个心，我已经真感动啊。春春姐，虽然我的年岁无大，啊，不过我嘛经过真多代志，参像你这么好的人，本来就应该得到福报，我会当做这么有意义的代志，我嘛感觉真欢喜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拢安排好啊，叫你愿意进口，咱就当用代理孕母的方式，有些咱的囡仔。陈春春，你爱做啥太离谱啊！我绝对袂接受。春春，是安怎小柔，伊也是代理孕母，伊哪有可能代理伊这款代志啦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代志我无事先甲你参详。啊，不过我绝对无勉强伊，甚至可是家己主动要甲我斗相共的，我真要感谢伊的。春春，就算讲小柔伊愿意，我嘛袂用个点头，因为我有答应过伊妈妈要家己好好照顾呢。明天还当回做代理孕母，妈是嘞，我今妈妈无法度代表小柔跟你讲啥物，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伫反对进前，会当先尊重小柔伊的意愿啊，佮想法，莫因为反对就来反对。唔管你找代理孕母啥物人，非伫这件代志，我袂当同意。你啥都袂当同意？我你干阿要跟我离婚？我当然无想要跟你离婚啦，这几天。我强迫家己卖去搅料你，就是希望你冷静落来。谁知影？你今日你计划这款代志？我为咱的未来，还向你说上，安尼我有啥物唔对？小学认真，变个健康拢无问题，甚至可是自愿要甲咱斗相共的。这些囡仔叫着电话代志，我啥都要放弃啊！就算我是自愿，也毋过我无愿意。你要注心过我的想法。假使你若希望我快乐，希望咱这个家庭会当完整，我求你成全我好无？接受这个机会好无？这件代志根本就是无合法的代志，你叫我要怎成全你？
只要咱莫讲出去，这个代志是不是合法的，跟我什么要紧？否则到时阵，这户口簿啊，啥讲是领养，安尼唔就好啊？你真正是想要是我起笑？妈，这么代志我无法度收煞，拢是小柔造成的。敢讲，妈真正事先唔知这件代志，还是你根本私底下就去帮助春春进行这计划？伟伦，我嘛是跟你讲，我唔知影，根本都唔知讲这款代志发生啊。假使妈真正唔知影，就麻烦你去拒绝小柔的好意，因为我根本无可能同意用这种方式得到一个囡仔。伟伦，伟。我把一切都安排得遐尔透透，伟伦也是无法度体谅我的心情。纯纯，你到底是安怎跟小柔讲的？是安怎有这款的结果？妈，你是莫把这个代志想去歹去。我跟小柔拢有慎重考虑过才下这个决定的。纯纯，妈妈知影讲你就想要有一个家己的囡仔。我嘛不忍心嘛阻止你，也唔过这款代志哦，唔是你一个人讲就准算的，这一切都爱看微微家己。假使讲伊若是无愿意，安尼一切拢是别了讲的呢。我知影，我一定想办法靠近我来顶头。阿妈妈，我拜托你，你千万唔当去阻止小柔。因为我应该所有希望拢放在伊的身上，我真无法度阁承受一遍阁一遍的失望，我阁有打击。董事长，谢发等于爸母遐，阿姨的行动吼。规规碎碎的，看起来真可疑呢。来拜访一下。杜杜杜，妈，杜嘿，啊嘿，阿兄你拢看好？看好势啊，看好势啊，来，好，呀，我再进来一点。哦，行行行，阿兄有欢喜不？要来看妈妈哦，哈。妈，阿爸人诶，啊，伊都去庙行棋啊，行棋，嗯，伊无要去美国啊？唉，是啦，阿伊昨昏就甲我讲吼，美国迄个所在伊住袂惯是啦，叫我带安安去就好啊。爸，奈安尼临时反悔的，啊，敢有差？啊，惠弟人如意要看是安安，啊，毋是恁爸啊。嗯，啊，毋是要来机场，行啊，紧咧。奈安尼的。啊，是安怎啦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啊。我只是感觉爸你是只足无意思的呢。机票我拢替伊订好啊。啊，敢明个退票？要是先送妈甲阿恩离开，等下才想办法说服爸。安怎啦？票敢袂用个退哈？机票当然是应该用退啦。我只是感觉爸安尼反去反倒，我啊，无好啦，我想送你家安去机场啦。哦，好，行，再见。来吧，哎，你行李拖了是要倒位啊？出国。我妈要带安去美国看中医啦。阿丽，我要走一去。啊，这么闲做哈？啊，阮家啥物人要出国，拢会甲你报告，爱你同意唔？妈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大伯毋是这个意思啦，伊应该啊是要带我去讲生理啦，今仔我临时出国，而且生理讲袂成啊。讲袂成就讲袂成啊，非得伊的代志吼，毋是外政党的生理啦。来发啦，你听妈讲，莫阁甲种人来往。妈，大伯对我真好啦，平常时伊嘛真照顾我，你莫乱讲啦。哎呦，不是好啊好啊，别去讲啊啦，但唔管去机场就袂话啦，吼，大鹏，
我先送我妈甲阿安去机场啦，有啥物代志，等我等下再讲。好，等下。大峰，我真正赶时间啦。来吧，我若无看到标定住啊，无要赶做回去啊。啊，伊无要甲阮出国啦，要留伫咧台湾顾厝啦。大董事长啊。 我安尼回答你，你有满意无哈？阿姨，我来发我重要代志要讲啊，无叫我细汉阿辉啊开车送去机场。太细吼，唔敢劳烦你一个大董事长。阿姨，你哪咧讲啦？我来发，阮都好兄弟，做细汉做伙大汉的啊，咱就敢一家人共款啊。我伫做事事，稍甲你服务者，这嘛是应该。 阿姆，请。待会。